为了响应联合国世界阅读日，上月底有志愿团体集合1200个小学生朗诵文章，鼓励社会未来主人翁养成阅读习惯。帮我克服这个怕黑的毛病啊。狮子就说，哎，我什么都不怕，我最怕就是吵架。这间小学的低年级同学近年经常都听到由六年级的哥哥姐姐讲童话故事。朱宝宝上学而已嘛，为什么要这么多人一起呢？就帮他执书包啦，穿衣服这样的。因为他很懒，他本身他手也没力。怎样可以引起学生看课外书的兴趣，提升他们的阅读能力呢？潘天赐校长说，教统局没有提供足够的指引，这五年来他和学校的老师一直摸索着这个问题。有个小朋友叫做黄他呢，阅读是最重要的一个元素，我们要将它做好。在低年级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放弃了习惯上用开那些语文的课本，用广泛阅读故事书这些来代替了旧的教材。老师自然也是要花多些时间呢，是准备学生在认字识字阅读，提升他的阅读能力这一方面，花相对地要花少少的时间呢，去改默书啊，改他 每日寫十個生字錯了八個那種這樣的，就是厭惡性的工作啊。個情啊嘛，呢個藏呢個吃，咁係一個咩成語咧？重文輕望，你哋討論下睇係咪？自從教統局三年前推出校本課程，學校可以按學生的需要自行刪減甚至設計課程。徐老師今天很想教大家閱讀的方法和策略，用兩分鐘時間從這個題目、書名或者是封面估下這本書是講些什麼。你看看他的表情是怎樣，他不開心。為什麼？因為刮了隻牙。不刷牙，還有呢？換牙，是的，挺有想像力的。那如果想知道答案要怎樣？看書。是的，要打開來看，是嗎？ OK。 十隻烏龜應該是兄弟來的。同學的觀察力很仔細，非常之好。 OK。 徐喜利老師，課程發展主任，這一天他教一班五年級學生在短時間之內掌握故事書本的主題，從閱讀中學習。我們平時去觀察小朋友的時候，發覺他們看圖書是比較是草率的，拿起本圖書很快速就看，不知道他們是有沒有用心去看，或者究竟看了什麼呢？當我們要進行表面說的時候，我們透過哪六個問題啊，去六個 W 去掌握呢故事呢大抵是想說什麼的。於是我們就會想著，我們需不需要教小朋友一些閱讀的方法和策略，以致他更加有技巧，知道自己究竟要看些什麼，或者當中想學到些什麼呢？這樣我們在家就直接看文字和圖片，我們就不會做很多這樣的程序，我們就直接看完就算了。可以方便我們日後看書的時候可以有幫助，咁就可以容易啲睇到嗰本書，就唔使好困點樣睇本書。好多謝大家同我哋咧合作咧，係做一個閱讀嘅測量。咁呢個測量咧係喺呢個全世界咧超過46個國家咧一齊做嘅。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謝石金，这几年来为一个全球性调查持续进行测试，反映香港小学四年级学生的阅读能力。根据去年最新公布的结果，在35个国家和地区之中，香港排行14。学生的分析和表达能力表现比较差，
而家长陪同学前幼儿阅读的次数更排行榜尾。父母呢可能给很多钱的小朋友去补习、啊、或者去学很多其他的东西，不过呢父母陪小朋友讲故事就时间很少了，所以呢为什么我们早期那个活动那个家庭阅读活动呢是排名那么低，主要就是他们父母呢他们不是不重视，而是不懂得去怎样去教他们的小朋友。一直是就赢过电视机的，就没有一直开着电视一直叫他看童书，因为呢他一定是被个电视机吸引过去的。所以麻烦是家长当要小朋友进行阅读的时候请是关掉所有的电视机，行不行？提供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让他专注一点去进行阅读。学校明白到要培养小朋友养成阅读习惯，首先要得到家长合作，所以除了开讲座指导家长在家里怎样配合之外，一年前学校还训练了一班家长和学生讲故事。那就你喜欢不喜欢听故事的？喜欢。那在家里呢？在家里爹地妈咪有讲故事给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看。我自己看的。姨姨呢就即介绍一个故事给你知道，那这个故事呢就叫《羚羊大夫》了。王太两个女儿是插班生，一向没什么兴趣看书的两个女儿读了半年之后竟然主动要求去图书馆。王太很开心见到两个女儿有这样的转变。如果我大女儿接触全文字的书她就不会有兴趣看下去的了，对于她来说可能觉得很深，她就不会有兴趣，反而有些图片拿着文字不要太多，她就会看。但小女咧，佢閱讀得多咧，反而覺得對住一大篇文章咧，佢唔會驚咗啲文字先咯。咁啊，反而對佢個學習係有幫助嘅，個成績方面都即係會係唔錯咯。即係個知識領域咧，如果你淨係喺翻課本裏邊咧，始終係好有限咯。學校規定學生喺屋企每日至少用半個鐘頭睇書。看完书写感受，董太初初对学校这种教学方法半信半疑，直至个仔读到五年班成绩不单止没有退步，作文还大有改进，他才至放心。其实教了这么多语文呢，你都是希望个小朋友用到他平时吸收了的知识，即是他作文就看到他平时的努力了。其实因为作文我觉得就是最后的 output 咯。咁我哋咧比較過咧，就係今年嘅三年班同咧係兩三年至三年班嘅文咧，而家小朋友咧所寫嘅內容咧都係較為豐富，情節咧刻畫得係比較咧係細膩一啲嘅。咁呢個咧都會係同佢咧係大量閱讀咧係有關係。咁我哋見到就話咧，寫作咧同埋依一個嘅閱讀咧係一個相輔相成嘅關係。咁就正如咧係古人所講，就話閱讀就好似咧係植物嘅根。而寫作咧就好似植物嘅葉，根深就會葉茂。學校強調愉快學習，經過五年嘅經營，學生慢慢養成閱讀嘅習慣。呢一日係家長日，有家長擔心學校強調從閱讀中學習，唔俾補充練習學生操練，日後子女升學會缺乏競爭能力。連補充練習學校都話唔好俾佢哋做噶，我當然會俾啦，我自己會俾啦。但係即係學校係叫我哋唔好俾呢啲，因為等佢哋開心啲學習。但係呢個開心學習係真係好開心啊！呢個小學，但係到中學佢係好辛苦咯。呢啲啊，依啲練習嚟噶，你睇下幾多啊？係我啲家人俾我噶，因為想我啲成績再好啲咯，未夠最好咯。哇！我哋太多啦，因為我。學完咧就要翻屋企補習，補到成兩個鐘，仲嗰啲補習老師仲有功課啊，做到頭都爆埋。教統局取消學能測驗，到舊年推出系統性評估，作為評核三年級同埋六年級學生學習能力嘅指標。雖然強調學生無需操練，但係校長同埋老師就覺得好矛盾。
當我哋要攞出一啲空間嚟咧，係要去訓練小朋友，其實依一個咧係有個兩難嘅即係處境係出現咗嘅。咁但係你又唔可以唔去裝備啲學生，讓佢有個比較好嘅準備去面對依個公開嘅評核試。咁所以咧就係掙扎就會喺依度啦。以六年級為例，離評估試仲有兩個月。中文科一星期本來有八節，而家咧用咗三節嚟操練系統性評估嘅題目。如果我哋收到好多學生翻嚟，但係我哋唔係真正好好地去培養佢應該有嘅能力，只係培養到佢應付一啲標準化嘅公開考試嘅能力嘅時候，我哋都反而對唔住收翻嚟嘅學生同埋佢嘅家長。閱讀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窗嚟嘅，個心靈啊、知識啊打開了，即係成個人可以脫胎換骨。徐長鳳校長深信知識可以改變命運。每朝早上堂前，佢規定學校入面每一個人都要放低手頭上嘅工作，用二十分鐘時間閱讀，充實自己。教統局時時講嘅。叫我哋教學生學會學習，咁而學會學習第一樣嘢，我覺得咧就係從閱讀做起嘅。自從教統局三年前推出校本課程，學校可以配合各科嘅需要自行設計課程。我幫你做緊呢啲嘢係預備宣傳。係啊，我哋下個星期咧。黃以璇，圖書館主任。而家會主動為各科提供教科書以外的參考教材。2000年開始的時候咧，嗰個圖書館嘅功能和角色咧係大大轉變，因為配合教改咧，圖書館是一個學習資源中心，將閱讀擠落課程裏邊係互相去配合，咁希望能夠做到即係從閱讀中學習呢樣嘢。書裏邊咧，嗰個主角啦，佢都係有呢個遇到呢個問題啦。咁結果咧，我哋今年喺中英文入邊咧，就特別咧就係抽咗啲叫做閱讀堂。而呢個閱讀堂咧，就唔係話外國堂嚟到就咁睇小説啊、睇文章啊咁，唔係嘅，而係個閱讀堂咧係有意識地咧係讀寫配合。書裏邊有冇一啲嘅內容係合到同我哋？中史科課程裏面好有關聯的歷史的大事呢？除了中英文科，就算非語文科，老師都會借助圖書豐富學生的知識。原來呢，那時當其時有洋務派的嘛，那班人啦，就曾國藩和張左宗棠那些啦。我們學中史的時候，完全好像沒有什麼怎樣講過這幾個人的背景，講來講去只是講他就點鴉片戰爭又洋務運動嘅失敗啊咁樣，我淨係知道佢係好奸咁樣啦，搞到咁依度睇咧，原來佢哋都唔係啲質素好差劣嘅人嚟嘅都。將你喺圖書裏邊揾到關於呢個巴黎和會咧裏邊嘅一啲嘅事蹟啦，嚇或者一啲嘅重要人物出現啦，全部記低先，互相交換意見。德國人會覺得很不公平，而且他們會覺得這五個強國在針對德國。另外我們可以知道除了在書裡面，原來其他的圖書啊，都可以幫到我們學習，我們可以造成一個自學的習慣。是什麼書來的？複製人？是啊，你不是想知道裡面的內容嗎？是啊。学校推广阅读，徐长凤校长经验所得，认为用轻松的手法比硬性规定学生更容易吸收。以前学生看完一本书要交一份报告，结果令大家走了一段冤枉路。不要叫学生看完一本书就读书报告，这个是一个呢摧殘他們對閱讀興趣的，就變成一個懲罰。我越看得多，我就越做得多閱讀報告。
请大家支持阅读。老师而家上语文课，甚至系非语文课，最少有三四成时间引入课外书作为教材，引导学生吸收知识。旧年一班中一学生上中文科接受一个测试，成年都冇用过教科书，净系用故事书嚟学中文。咁我哋拣咗《射雕英雄传》啦，嗰四册《小王子》同埋《飞廉情》。就在一年的中文課程裏面是完全涵蓋了我們希望學生學習到的中國語文的能力。因為他書肯定內容豐富，因為 他這麼厚，所以變成他內容豐富。內容豐富的時候，興趣就可以由興趣 引導了。如果單篇的名家名篇，就因為 他是單篇，內容就會少就故事性沒那麼強，所以變成就個閱讀興趣就會低。谢石金得到教统局的资助，去年揀了四间中学做测试，比较学生在一年内利用课外书和教科书学习中国语文的分别。我们有实验组和有这个控制组。实验组就是说有这个新的校本的课程，新的教学法。控制组就用它一些传统的课程和教学法。控制组不是说差的，不过我们看看实验组是其实这种新的课程、新的教学法、新的理念是否有效呢？咁《射雕英雄传》我哋会选咗第九回里边，同学生咧就去睇咗呢个波咁官描写呢个嘅语文学习能力嘅。咁就睇到咧，譬如嗰个条蛇啊，我哋试个效果就系条蛇全身红色嘅。咁亦都睇到个听觉。嗰、那個效果啦，條蛇咧不停去發出聲音啦，沙沙沙沙聲音啦。咁啊，郭靖咧就誤打誤撞就飲咗佢個啱咁嘅蛇酒，咁結果就內功深厚嘅。咁啊，飲嘅過程裏面就話呢啲藥酒就好苦嘅，好難飲嘅。我哋透過飛天前嘅教學咧，其中有一個篇章就講係嗰啲屠打居民嘅被政府隔離去一個度假村嘅時候咧，呢、這個經歷我哋都可以學習到咧係語文裏邊嘅敘事六要素。當佢做完呢啲實驗之後咧，佢哋覺得呢種嘅閱讀嘅策略同方法咧係有效嘅。佢唔淨止閱讀嗰個係進步咗，而佢寫作咧仲進步咗。因為佢可能睇書多咗咧，佢嗰個寫作都有進步嘅，即係讀寫咧都進步。為咗響應世界閱讀日，我哋學校已經開展咗一連串嘅活動。透過今次嘅測試，進一步加強學校推行閱讀嘅信心。今年学校更加组织了一班学生成为阅读大使，在朋辈间发挥影响力。大家亦都可以嚟到图书馆查询。同学有反应，做阅读大使当然开心。不过他哋亦知道未必个个同学都同样中意睇书。男仔可能佢哋中意閱讀，但係佢哋嗰種閱讀咧唔係小説，可能係漫畫之類嘅方面咯。可能我哋同佢講小説嘅嘢咧，佢可能就會比較冇乜興趣咯。依家啲同學咧，啲男特別啲男生，佢係中意依家係中意去翻屋企，然之後打機。佢哋咧就用曬啲時間就喺玩，即係玩嘅方便，而冇去閱讀呢。即係學校推廣到咁多活動出嚟咧，啲人都係去欣賞，然之後就跟住睇完之後就當咩事都冇發生過。孔子同孟子喺度講一個修養嘅問題。高年級嘅同學要考公開試，少咗時間睇課外書。亦有同學認為唔係考試範圍嘅書，根本冇需要花時間去睇。有閱讀大師覺得好迷茫。以前曾經跟老師討論過，點解我哋讀書係咪就係為考試咧？咁其實係好無奈嘅，但係我哋都係要跟呢、這、一個去，唯有喺嗰方面你要跟之餘，又再去培養自己覺得應該對自己有好處、覺得應該做嘅閱讀興趣。教統局三年前推出嘅中文科課程指引，列明閱讀係訓練學生聽說讀寫，培訓語文能力嘅基礎。到2007年，中学会考范围唔再侧重背诵课文内容，相反，
会出一个题目，由学生自由发挥，考他们的理解、分析和表达能力。考评局的试题很多都是跟生活有关的，所以学生根本是不应该不去阅读。如果他不看书，他不看别人的评论，他怎样去认识呢？实际上这些是全球都在做的事情，不过我们还是未大量去做，所以我们相信这个是一个正确的方向来的。去年年底，中文大学香港教育研究所公布了一项调查，显示在41个国家和地区之中，香港学生阅读能力由2001年排行第6跌至第10。年轻人要加强自己的竞争力，就一定要急起直追。